妹，阿妹，阿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才去你家嘛，爷爷说你去玩红烧了，我说过来找他。阿妹，你看，你干嘛？我给你穿着一样的鞋子，来的话以后不管你做什么。你放心吧。
跑到这里来了。阿妹你怎么又哭了呀？没想起你不要哭了，你不是还有我吗？你说这个事情你也帮不了我呀。我怎么不能帮你的呀？我真的不想去相亲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阿妹别哭了，没事。要不阿妹这样行不行？你们这边彩礼多少，我给你老爸多少钱，然后把你带到城里面来，我给你做节目行不行？阿妹。开心一点好不好啊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闺蜜要陪着你的。因为你想想嘛，以前我也是个农村的呀，也遇到过很多事，但是其实那些伤害，真的不是一直走出的。那这样吧，你开心一点，你这些事我都会帮你解决。他们能不能带你去城市里面找一份工作吧？像我这样子的男城市里面，哪有合适我的工作呢？哎，你又小看自己了，是不是啊？对的，就是因为我是普通的一个人。之前那些在城市里面工作的，都是从农村里面出来的嘛，所以你要相信自己呀，也相信我呀。想太多啊！明天我跟你叔叔说一下，然后就是按我说的办呗。当做我那些钱是借你的嘛，以后你慢慢还，好不好？那么多钱我都没有见到过，我只有听都没有听说过。没事啊，你一到城市里面工作了，那你就不是见到外面的世面，你就又想到了那些钱其实不多。再说我爸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。都可以的呀，要不你就说，我们在一起了呗，也可以的呀，是不是啊？只要把这那件事解决了，然后咱们再做另外的打算也可以的嘛，阿妹。这样子，真的行？行，你放心，我有办法啊。阿妹，开心一点嘛。阿妹，还记得？小时候我们两个放学的地方吗？当然记得呀。走，要不我带你去那边我们放学的地方走走好不好？真的谢谢你啊，每次我遇到困难你都是第一时间出现在我面前。必须的嘛，因为我不想看到你不高兴的样子。我们加油啊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阿妹，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的那些笑容吗？当然记得呀，那时候觉得我妈挺好的。对呀、啊，现在长大之后，咱们都各忙各的嘛，所以也没有那种笑容。生气啊，就是可能这就是长大的原因吧。是啊，所以现在你们在一起面对面的聊天，突然感觉又回到了小时候的那种回忆。是不是满满的回忆？对呀、啊。李帅，你还记得那座山吗？以前我们小时候住。找过天吗？对呀、啊，那时候我走路都走不动了的。对呀、啊，而且那一天我们都忘了带饭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阿妹。哎。知道吗？人其实应该对自己好一点。是啊。现在长得，闲着嘛，咱们十几年不见了，现在又回到一起，觉得已经熟悉了。是啊。喂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依然只有一个人，所以有没有想过？其实我也是
你说你今天说话好奇怪呀，奇奇怪怪的，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没有奇怪的呀，俺们其实这就是一组缘分，咱们从小到大那么多年不见了，到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山下，照样你还是一个人，我也一个人，这就是缘分的呀。阿妹，你就不要逃避了好不好嘛？你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也给我一个机会呗。女生让我好好陪伴你好不好啊？你说你在开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还是有一个毛病一直都没有改。对呀。开玩笑，这个毛病还是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。阿妹，你不要一直这样转移话题好不好呀？没有转移话题啊，你说。那边有橘子，我带你去摘橘子吃吧。你又，好吧。你说，你看，好多橘子呀。哇。要不我们再游戏？好，阿妹，你就不要一直拒绝我，好不好呀？你说你又，就算你哪怕给我一点点希望也行的呀。你说你又在说什么呀？快点吃橘子吧。哎，好吧。这个地方橘子很好吃。对呀。哎，既然到了这个城市里面的话，你放心的去玩啊，在这里玩两三天，等你老爸不生气了，我然后再你送回去啊。帅，我在担心，我这样子出来，如果爸知道了，会不会解决不了事情的呀？没有，阿妹你放心，不管出什么事或者怎么样，我都会陪着你一起面对啊。再说了，事情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嘛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想太多了，就放松的玩啊。但是我爸一直这样子给我一直逃避也不是问题呀、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阿妹，你相信我吧？我肯定相信你呀、啊。相信我，叫你好好放松的玩啊。这些事情我肯定会给你老爸一起解决的，你放心啊。阿妹，如果等你过几天我把你送回去之后，你老爸还是逼着你相亲的话，我在这个城市里面给你找一份工作做好不好？帅，哎，像我这样子的人去城市里面真的有适合我的工作吗？阿妹，你想到哪里去了呀？肯定有的呀，你放心好不好？你要相信我呀。帅，其实只要不让我去相亲的话，让我去做什么我都愿意。阿妹，你放心啊，其实，你老爸真的不愿意，还是非要让你去相亲的话，你放心，我带你来找一份工作让你做啊，你放心，相信我啊，好不好？帅，真的谢谢你啊，每次都是这么帮我，一直对我无微的、无条件的帮我、支持我、鼓励我，在我最难的时候，一直都是你在我身边。傻丫头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走，我带你那边去玩啊、哦。那里好像人好多啊，没有。我好害怕呀！你帅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阿妹。我害怕，你帅。阿妹开心吗？很开心。愿你三冬暖，愿你春不寒。愿你雨天有伞，愿你梦能安。愿你问二十